介关农业加工品国际直播连连，国内酒庄企业甲合作社生产的酒、醋甲油品，今年陆续合办国际品质评鉴大赏、国际红杯以及品质评鉴以及亚太 AA 无添加认证三大国际美食奖，总共有13个奖项。馆长汪正良伫记者会上亲自颁发家己职工的匾额，或者为家己职工，也和台湾的农产品伫国际舞台发光发热的家己关业者。今年嘉义县业者伫国际品质评鉴大奖，总共获得一叠金、两个金牌、两个银牌、一个铜牌好成绩。喜乐威公司以 K156 度纯粹高粱酒获得叠金奖，保证责任嘉义县卫生地油生产合作社顶级烤地油，则是获得金奖。首次参加国际品质评鉴大奖的嘉农酒庄，其大工酿造的酒醋，则是一季莫回一金、两银、一铜。旺来山的旺来醋是得金牌，以及铜牌的旺来山旺来酒，是得银牌的产品是嘉农新销努力料理米酒，以及红宝石秋葡萄酒。驻华回购村庄公司的油啊梅酒，是得红米十佳奖。嘉义县这次我们的业者去参加国际的相关的比赛，那得到三个国际大的大奖，一共有我们很多家业者。那这样的一个荣耀属于业者，那也属于我们嘉义，也属于台湾。那我们业者在很多加工产品的努力，那包括对品质安全的坚持，那我想得到这样的一个国际的殊荣，所以大家都非常的高兴。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取得国际认证，或是获得国际的一个肯定，也代表台湾的龙特产品实际上是跃登国际化，包括得到国际相当多的这个加持跟肯定。那这样的一个加持跟肯定，对未来的农产加工包括我们原材料的生产的品质，包括整个会影响到整个生产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习惯，那我想这个都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。那非常高兴，那今天这么多业者的努力终于得到整个国际的认证，这个荣耀属于业者，属于嘉义，也属于全台湾，恭喜他们。这种业者是一个嘉农酒庄，秉持促进家己、回馈家己的想法，规划关心这种美酒以及酒庄酿造的酒、醋产品，和嘉义县十间设有食品或者是餐饮相关科学大专院校以及高中职，作为师生教学。馆长汪正良期盼透过县内学校师生的脚手，开发新产品，将嘉义县生产的优质农产以及加工品，未来更加发扬光大。最新新闻，张乃行。嘉义县采访报道。